喂，我正等你电话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昨儿跑到我们小区，你要干嘛？路过。你扯淡。是，我是故意在楼下等你的。我就是想看看你，是怎么样做一个好父亲、好老公的。咱不闹了，行不行，婉萍？谁闹了？我在边上默默看看你都不行。啊，对了，我昨天啊。还顺便去你们家附近的中介看了看房子，我觉得你们小区吧，虽然有一点点旧，但还是不错的。我在想，要不然我就先租个房，搬过去跟你做个邻居，也好互相有个照应。婉萍，你非要弄得我们家家破人亡是不是？你安的什么心？我是爱过你的，咱们以前是有感情的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也没有不管你啊。我知道你爱过我。可是，你也放弃过我。我现在真的很孤独，尤其看到你们家还是那么幸福的时候，我心里难受。婉萍，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，我会尽力补偿你的。卡一直在我兜里，你要需要的话，我随时给你送过去。你要是那么做的话，就还不如不为我做什么。思文，你要是真的不能买我看上的那套房，那就让我搬你小区，搬你附近住吧。我买，我买。可800万不是小数目，给我点时间筹钱行不行，婉萍？我不着急，我可以等。办公室来一趟。进来。赵总，您找我。来，这坐。现在公司账面上还有多少现金啊？我把几笔工程款压着没发出去。现在加起来的话，能有1200万吧？先给我提出800万现金，借用一下。借用？对。赵总，不是我多嘴啊，这么大的数额，是董事长的意思吗？我就借出来自己急用一下，怎么了？上个月啊，刚上两个新项目，现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，每天都有大量的资金往外支出。比我还应该清楚啊！如果把1/3的资金现在撤出来，那这工程非常有危险，搞不好就要瘫下去。老周啊，公司的项目怎么样，我比你清楚。可眼下这笔钱必须得用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先给我把钱倒腾出来，项目还不能停。这些年多少大风大浪都是我们俩一起扛过来的，这一回还得你跟我扛。赵总，这比项目还重要吗？行了行了，你先忙去吧。那好，我先走了。快看呐！来，王家宝贝儿最喜欢吃的牛肉炒菜心儿。谢谢。这一天到晚的在外面吃，把胃都吃坏了，还有整天喝，那身体好得了吗？哎呦，思文呐，为这公司可真是操碎了心呐。
对了，去年检查身体，又是脂肪肝，又是胃炎什么的，这不能检查完了就拉倒啊！哎，那个子越，思文忙，你呀、得督促他去医院去检查检查啊！哎，你让子越督促他？嗯。哎，你说你儿子你还不知道啊？从小就什么都争强好胜，还不都是你惯的？什么都是我惯的，那思文不是也是身不由己吗？没有应酬哪有生意呀、今天陪这个领导，明天陪那个客户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他就是为了公司操碎了心，知道吗？哎，子越，思文忙，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照顾好这家的名声，别让别人说出点什么闲话来啥啊！说什么呢？啊，你这胡说什么呢？我又说错了，这小题大做。我吃饭。讨厌！来，多吃点这个宝贝儿啊。嗯。回来了，老公。哟。要外拍啊？嗯，杂志社的一个外拍任务。有事吗？啊，没什么事。我就想问问，你那儿现在还有多少现金啊？现金啊，也没多少呀。平常活期的钱都是咱俩的工资，然后剩下的还有什么股票、基金、理财，差不多就这些。就这些了？对啊，那再剩下的就是什么金条啊、戒指，那也不是现金啊。现在都什么形式啊？还炒什么股啊？你要干嘛？用钱吗？啊，没有，就公司现在开了几个工程，现金周转不开，财务老周就是个废物。也不提前做好用款的准备，现在临时抱佛脚，我就想从家里边先挪一点儿。可是家里面的钱就这些，也不多呀，怎么办？没事，我就随便问一下，再不成我从其他朋友那儿周转一些啊。没关系，我先洗个澡去。老爷。我妈妈不让我吃糖，你给我买的这些巧克力我可以吃吗？当然可以吃了，在妈妈家妈妈说了算，在老爷家老爷说了算，妈妈也得听老爷的。今天呀、老爷就让程程吃个够啊，来。爸，你不能这样惯着他，我告诉你，让他吃糖，第一他长虫牙，第二您要是再这么惯着他的话，回家我就没法管了。没事，小孩吃点糖啊什么，来来来，多吃两块。宠着呢，你小时候怎么不宠我呀？你爸原来就想宠着你，不过他没时间呢。再说了，你小时候咱家也没有那么多钱啊。现在我们家就你跟他俩后代挣那么多钱，不就给你俩花吗？惯惯，哎，多吃两块啊，别让他吃了。哦，对，月月，这次我出去啊。给你带了点燕窝呢，炖好了一些放冰箱里，走的时候记得拿。然后把那些干的也带上啊，吃完了把那些干的再炖了它，可别犯懒呢啊。不是燕窝你留着吃呗，我这吃干嘛呀？燕窝养颜的效果最好了，你是现在年轻不觉着？这女人呀、要对自己好一点，你现在年轻没体会，等你老了啊，人家思文呢正是好时候。有风度啊，又帅。再说了，这男人比女人啊，他就老得慢。到时候你成黄脸婆，人家不待见你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哎呦妈，说什么呢？我说什么呢？哎呀，思文呢是咱们家一手提拔起来的，现在我跟你爸还在啊，念着我们俩的余威，他不敢怎么着。可是将来呢，将来的事儿谁能说得准？长点心眼儿。行行行，知道了啊。哎。说到思文了，他没回来，忙什么呢？最近可能公司事儿比较多吧。哎呦，你说你连他忙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你说这个老婆怎么当的？他还是每天应酬那么晚才回来啊？
行啊，不行不行，这个不行，我得跟你爸说说，哪能光管公司不管家呀？哎，老程，我给你妈，哎爸，没事啊，爸你玩啊玩。妈，我求你了，你让我爸安静安静行不行啊？再说现在我跟思文都是成年人了，如果我们俩真的有问题的话，我们可以自己解决，不是吗？长点心眼儿。知道了。其实啊，我们也不求他别的，我们就求他对你跟对程程好，我们就安心了。行，知道了啊。老爷啊，给你讲个寓言故事啊。好。看讲个猴王吃西瓜。跟程程玩的。猴王啊。哥。雪兰，刚才那个公司打电话过来说，我们的设计图有问题。打电话回去问问怎么样了，然后改一改，千万别让他们觉得咱们的态度有问题，好吗？好，知道了。安雪兰，子越他是今天下午来调照片了。哥，这事儿你都交给我了，我会和他选好之后告诉你的，就别管了，避嫌，懂吗？婉平，思文，怎么样了？婉平，这么多钱，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。要不算了吧，刚才售楼处那边来电话了，说有人看上那套房。如果咱们要的话，就得一次性付款。你为我这么做，也不值当。什么？一次性？这么多钱，你让我跳楼也找不到啊！你别吓唬我啊！我可不想再跟警察解释一次，你是怎么跳的楼？行行行，婉平，我尽量，我尽快，好不好？老周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哦，进来。周总，你找我？老周，赶紧坐。赵总，什么事啊？老周，赶紧给我提出800万来，我急用。咱们是不是请示一下程总？周，我一直把你当成自个儿人，我没亏待过你吧？啊，是，这倒是。你在公司每笔好处都是合法的吗？恐怕不是吧。公司不会一直姓程，你懂不懂？我是程家女婿，公司早晚改姓，会姓郑。你要聪明的话，就跟着我，我不会亏待你。以后公司里的每笔账外资金，还按老规矩，28分。但这一次，我真的急需这800万，你必须得帮我。那这笔钱你要用多长时间？很快就还回来了，我还会为难你吗？你放心。再说了，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呢，你怂什么呀？好吧，那我去办。行行行，赶紧的，老周啊，放心。Thank you.
这是800万，索菲亚的血款。你确定要给我买房子？我说话算数。谢谢。但是我想说，我筹这800万非常不容易，我只求你一件事情，咱们的前尘往事，所有恩怨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你能为我做的都尽量为我做了，不能为我做的，我也不会强求。希望你能继续做一个好父亲、好丈夫。至于我，婉平，你还在恨我？恨不恨你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恨你也不能让我的丈夫、我的家庭，还有我们的孩子再回来了。我知道，我的心锁也只有自己慢慢的去解开。其实生活真的很可笑，努力了半天，该来的得不到，不该来的就这么来了，挺没劲的。韩婉平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你别瞎想。好吧。那就重新开始。生活的付出，感情的辛苦，谁陪我倾诉？朋友都在忙碌，每天反反复复，也不能免俗。太多的包袱，理想的出入，走到分岔路，我们变得生疏，找到安身之处，各自有归宿。还要走多少路，才能找到安稳和幸福？两个人的相处，多少同甘共苦，经历以后会让你回顾。我们说好的幸福呢，会不会就在转角处？誓言太诚恳太天真，我们常爱到满身伤痕。我们说好的永远呢，是不是就在不远处？誓言太诚恳太天真，我们常爱到满身伤痕。我们说好的永远，是不是就在不远处？谎言太残忍太伤人，跑到这儿要守候多久才能等到我要的幸福？谢谢。喂，爷爷。喂，子月，什么情况呀？你们叫赵思文一个人跑到 KTV 里头喝酒唱歌呢？你看错了吧？哎呦，他我能认错吗？我跟你说，一个人在那儿声嘶力竭的吼呢，上辈子欠你的。你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对不起。哎，哎，怎么了？他接了个电话，好像家里出事了。
下来，我陪你去。我不进去了，车钥匙。有事你给我打电话吧。先生，你陪我唱首歌好不好？陪我唱首歌。你别这样，先生，你陪我唱首歌好不好？我求你给我唱首歌。先生，你别这样，你放手，这样不唱首歌。赵思文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样，你想过我吗？你想过晨晨吗？你知道我在你们程家过的什么日子吗？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啊？我们哪儿对你不好了吗？什么一家人？我看透了，根本就不是一家人。你结婚这么多年了，你今天跟我说我们不是一家人，你是在开玩笑吗？你们谁都来逼我，谁逼你了？你别这样行吗？我们谁逼你了？你给我起来，程子越呀！哎，你别老是做出这么一副忍辱负重，像谁欺负你似的。我知道啊，你是最高尚的，你没那么清白。程子，你把你这臭嘴跟我说话干净点！你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忘了你那时候怎么死皮赖脸的追子越的了啊？你让开！他叫什么来着？你醉得连我都不认识了是吧？王岩！你个王八虎！我跟你说，最看不惯的就是你，那么毒的嘴！我祝福你。祝福你一辈子嫁不出去。郑苏安，你凭什么这么跟我朋友说话？朋友，你朋友没一个好东西。你闭嘴！我不闭嘴。我赵思文今天要跟全世界宣布，从今天开始我说了算，谁也别管我，谁也别逼我，谁也管不着我。子越，子越，没事吧？你们谁也别逼我，好吗？赵思文，你个混蛋！老娘这健身房不是白开的，王八蛋，我认这么坏。啊！大晚上的今天打的你，别打我了！
忙？不用。真的没事？我真的没事。没骗你，没骗你。真的要离我而去。你走吧，你让我一个人静静。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你别管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我只是想一个人待会儿，你走吧行吗？到底怎么了？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。是啊，是现在想你的。到底怎么了？闭上眼睛，泪如潮汐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了。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以前对我很好，很关心我，但是现在我们两个人经常会吵架，他对我的关心也越来越少。我老是告诉自己说，可能这是什么几年之痒造成的，我们的婚姻没有问题，我们很好，一切一切都可以解决。但是呢，今天我见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，我没想到他的内心充满了仇恨，包括对我，包括对我的父母等等等等一系列。我觉得这是我认识的他吗？我不了解。还是说今天我看到的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他，那我又是什么呢？我是傻瓜吗？我觉得真的我好孤单啊。这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。我可以帮你什么吗？闭上眼睛，泪如潮汐。谢谢，谢谢你，小桃。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。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，就请你离我远一点，保持距离吧。是想你的好，这种安排不能颠倒，给的太早，又爱的太少。
没上班啊？喝大了，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别往心里去啊。酒后吐真言不是吗？当然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但是我觉得你昨天说的每一句话，每个字，都是发自肺腑的。我喝多了。别解释了，我们离婚。什么？离婚？就因为我喝醉酒了，你就跟我离婚？并不是因为你喝不喝醉酒的问题。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是在于你越来越不像我以前认识的赵思文了。我不都解释了吗？我喝醉了。你看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吗？没你想的那么严重。我承认我最近的态度比较恶劣，可不都是因为工作吗？你知道的呀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？思文，你让我怎么体谅你啊？你告诉我，你让我怎么体谅你啊？是，我错了，是我错了。我不管有再大的压力，再多的烦恼，我都不应该伤害你。我改，我一定改，必须改，好吗？求你给我点时间，我好好调整自己，行不行？我很快就调整好自己。你就算不为了我，为晨晨，你也不能跟我提离婚啊。晨晨这阶段的孩子，离婚会给他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，你知道吗？是怎么着也弥补不了的。我会找一个适当的机会，跟爸妈解释清楚的。子云，喂，德子，我得赵哥，能不能从你们银行给我贷点款出来啊？800万，少点也行，没那么困难吧？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哪天出来聚啊，兄弟。
这都几天了还没回来，子晴，你疯了吧你？关门！造主啊，我是驮着过河，越盘越深，现在真撑不住了。那钱什么时候回来呀？你再给我想办法，帮我挡几天行不行？你不说周转几天就拿回来吗？你那儿现在有那么糟吗？不过我了解的情况是，现在公司有两笔尾款，很快就追回来了呀。现在钱这东西啊，欠钱的死活不给，要钱的天天在门口那堵着。现在有两笔工程款，因为给不上资金，人家要停工待料，要给工人放假呢。曹总，我这不是开玩笑，如果因为咱们资金链断了，合同完不成，工期交不上，那个时候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，咱俩吃不了就得兜着走。不光是咱俩的事儿，咱们公司也要摊官司，也要惹很多麻烦。曹总，就当我求你了，咱先把这个漏洞堵上啊，把这个饮食的问题先解决了，以后的事咱再从长计议，你看怎么样？我知道了，先出去吧。曹总，只有三天时间，如果三天这个钱再不到位，那我只能跳河了。先出去。三天。喂，子越姐，是我。我想约你见一面，可以吗？我不是已经之前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我只是想跟你告个别。好。咖啡厅见。喂，小高，我你斯文哥呀，知道是你，怎么回去就没信儿了呢？什么时候还来珠海玩？哎呀，我最近没空，我有个事儿跟你沟通一下，小高。什么事儿？你说吧。上次我不去你那儿吗？你说带我去澳门，然后你说小赌怡情，还记得吗？你也没赌啊，现在后悔了？我的意思就是，有人问你我去澳门赌没赌，你就说我去了，其他事儿甭圆圆，好吗？你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没有，我出事儿我还能给你打电话呀？啊，你放心吧。那就这样啊，兄弟啊，记住了啊。真的听到你的声音，这一次你真的要离我而去。
看到你一人在雨里背对着我独自哭泣，说你愿意再听一次我的呼吸。这一次我真的明白自己在意，这一次我知道我是爱你的，深陷在想你的轨迹，闭上眼睛泪如潮汐，永远冲刷不掉你暖暖的眼睛。开始想你的好，开始想你的好，这种安排不能颠倒，给得太早，又爱得太少。有没有人让你微笑？有没有人在让你烦恼？那个你不想见的我还在想你的好。我开始想你的好，好的连痛苦都忘掉，后悔认识你的太早，初恋情人很难到老。开始想你的好，开始想你的好，这种安排不能颠倒，给得太早，又爱得太少。